你真的真好当嘞！诊所柜台内，一名男子跟护理师爆发激战。中间还夹着另一个人试图劝架，但双方都没有要善罢甘休。但其实两人的战争从柜台外就开始。包一个咧，你啊！你今晚什么钱啊？挂机不会收钱哦。夜行男子带孙子去看诊，挂号时开始为了费用碎碎念，还甩钱丢桌。离线护理师拍桌回呛，男子也直接动手把柜台的物品挥落。是我的事还是你的事啊？你登柜台哦。对方态度不好，女护理师也像吃炸药，音量全开，男子闯进柜台，速度动手挥人。中间另一名护理师出来劝阻，好几次被甩到旁边。柜台小姐也不甘示弱，比较言语上比较不客气啦。但是这个男生最后这样动手就不大对了。因挂号费用与诊所李姓护理师发生口角，双方互告。为了挂号费用，男子动口又动手，女护理师也飙国骂，没在怕。这诊所内的失控画面让所有人看傻眼。这里我们杨山的景城云林采访报道。